亲爱的孩子，你们毕业了，祝福你永远健康，永远平安，毕业快乐。家长会长的祝福。各位同学早安，我是永康师大台大华高中会长庄子科。首先恭喜各位同学毕业了，由于疫情的关系，会长本人无法与各位做人员的连结，我深表遗憾。毕业了就要好好规划自己的人生，要读书的好好的读，要做生意的好好的学，吸取一些经验，要做兄弟的就不要了，那是一条不归路，自己的人生要自己掌握。最后会长要提醒各位，这段期间防疫很重要，尽量不要外出用餐。会长这边有出一套功德无量的防疫套餐，一只糖拉鸡加三样菜，再加一个汤，要799元。糖拉鸡单买也只要399元。我们的另外专线在这里，好，在这里，好，会长希望能跟各位一同度过这个疫情，谢谢。要读书的，好好的读；要做生意的，好好的学，吸取一些经验。要做兄弟的就不要了，那是一条不归路。会长这边有出一套功德无量的防疫套餐，医护人员吼吵甲无眉无脸的，阮到附近的消防队吼，哦咦哦咦，口口嗨啊，嘛足辛苦的啦，做外送的啦，栽培的大哥啦，搁伫外口做工的啦，大家拢是千百个无愿意啦，休困者，食食饭的，食食粉的，食食水的，你就攻神人家，说人家防疫破口，别一直攻神指责，或一直制造对立。我讲高音，你听得懂啦吼？不是啊，你若是看到有人无挂嘴炎，你就直接甲检举就好。啊，你去上港铺伫网络讲公信是咧创啊？这样很有优越感吗？然后还上面露营咄咄逼人，你是咧好霸秀营哦？如果今仔日吼，你看到人咧走输啦，你会直接走去甲人呛声吗？你若无去用大条吼，恁祖妈才输你啦。有一寡人啊，你当作伊这个时阵吼，佮愿意出来做工课哦？政府无宣布停工啦，应该停工吗？外口做工课啊，人拢比伫家边啊啦，哎，真正涂骹无空无，就直接两落啊。休困者，食食饭的，食食粉的，食食水的，你就讲神人家，说人家防疫破口，恁啊嘞，恁只防疫的破格。这个时阵吼，大家拢歹过啦，医护人员吼，吵甲无眉无脸啦。恁到附近的消防队吼，哦咦哦咦，口口嗨啊，嘛足辛苦的。做外送的啦，栽培的大哥啦，搁伫外口做工的啦，大家拢是千百个无愿意啦。你可以劝导，动动脑分辨一下，别一直攻神指责或一直制造对立。我讲故意，你听得懂啦吼？啊，迄种故意啊，无爱挂嘴阿妹啦，无洗头故意不洗头的啦。你那个叫吼，哦，还会给你一个赞呢。